白色的樱花、欸。这白色樱花比较漂亮。后面还有小妹妹呢。OK， 好，一个慢走。因为呢，它是岭上天最近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还是一直线，后面一直线，因为我们有双向。啊、哦，对。有没有看到前面是什么啊？小朋友有没有看到前面是什么？再大声一点。尖草。哇，樱花。这叫樱花林吧？这里。还没到。我估了，这里用生态菜，这来南投的。对，南投是在水里面那种。这个我总结了，这是。那个人哦，我回家挤的。后面的每个角度有看到都是不一样的。只说外人有一些，哎，爬单杠了，哎，下来，哎。来，这就是阻止说我们一般的有些的人哦，比如说骑摩托车来司马库斯的人，他会把摩托车骑进来，哦，这是禁止进入的，等于是一个栅栏的作用。哦，都竹子啊。一 K 啦。哇，好高哦！哇，干，你不要看下面，看下面会有惧高症的。哇！碎石坡，哇塞！这就是樱花林吧？哇，好漂亮！还有傅斯音呢。已经长出叶子了，再过两天差不多就差不多了。我袂穿，好，二点五 K， 五 K 三 K， 怎么他妈逼我去售卡还累啊？数字好慢啊！哇，这看起来像是下大雨的时候会产生的瀑布哎，怎么流，然后从那边出去，真的哎！啊，3.5K 了，有个障碍挡在我前面，还好够矮。哇，这边就很大颗嘞，哇，很高啊，很大啊，还是神木就还在下面啊。走，来石路，4.5。哇，这里看起来比较难走。哇，这树木哎、欸。
个孙悟空就把他劈下去了。天哪！那边、啊、第一颗走一圈30分钟了，第二颗、第三颗、第四颗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八、第八、八九回来。好，走吧。这是第一颗。哇，第一颗，第一颗。哇，这个也这么大。哇，这个大到不得了。这是二号。好。哇，高哦。这个就是那个吧，那宣传车上面的那棵啊，对，因为它这边是长一棵出来这样。那边有一棵、两棵，总共两棵。哇，后面一棵啊，这边有个扁，应该是柏树还是什么，躺在这边。哇塞！两个像夫妻树啊，一个洞。你看这个根。迁来迁去，还包裹着巨大的岩石，然后跟在长旁边来，这个也太巨了吧！哦，照给你啊。地质啊，1000元上，1000块上面那张，看到了。白樱花，樱花都长叶子。再过两三天就没了。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别墅区耶，小木屋，这样美啊，漂亮啊！刚刚在上面在那边刻意修什么？这边就有在拍啦，房屋啊。
平滑路，一路平安。上帝的部落。